吃下去之后，我跟你说，康哥，你有没有像是很久没有主持节目，然后呢，突然有制作单位找你来主持，吃下去就是那种感动啊，你懂吗？它在嘴巴里面散发，慢慢散发那个香气。然后呢，你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冰淇淋得不到任何，非常的浓郁，好像来到了意大利的。然后中间是顿住啊。而且你讲什么叫做我很久没主持，在观众会知道。好哦，不用，他就唱给我。是，你头好痛。不是你讲这个，我有什么很久没主持，观众哪知道呢？喉结好明显，一直在上下移动，代表这个时候他开始交感神经兴奋、紧张，非常紧张的一个反应。刚刚对啊，像国贤呢，他会在没有这样，没有这样想说，国贤哥他应该在想说，会不会就这辈子就该演反串？我难得有机会主持外景，演真正的异乡，总不能每次有特派都是张立东吧？他现在应该这样，我一定要卡下这个位置。这时候应该叫张立东在他前面换，然后等一下就说要不要换张立东？我是特派。易翔，康哥，今天来介绍这个美食非常的厉害，怎么样呢？这是意大利纯手工冰淇淋哦。这个冰淇淋啊，不含任何的一点化学成分。他刚刚说是水啊。哦，对，不要讲化学物啦。康哥刚刚瞬间变脸呢，康哥变脸真的太恐怖哦，那个瞬间变脸这样近距离的好可怕哦。你要看一下，他讲观众哇，美食特别，今天不得了。嘿，观众哇，美食特别，今天不得了了，百忙中终于请到我的易翔大哥了。等，来考验一下，换电池，换电池，换电池。没电，他们说没电，我的天哪！你想一下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到没电，我的天哪！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有呀。屏幕没有啊，换真的换电是不是？是真的换，真的换电。我以为是假的。哎，可是很厉害，换电没电。就是要演戏一样，一下子戏，好吧？来来来，来麻烦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。他现在私下已经笑不出来，他刚刚还在笑。我们来刺激一下他的手脑。好，来。哇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好厉害哦！一打开就闻到香气，真的哦，闻到那个奶香哦。对，啊哟，好像来到那种意大利的感觉。那易翔大哥，您先来一口，哇，来，尝一下哈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整个牛奶的，你的反应很不错。哦，而且比较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对，你吃到一口，好像也没有很好吃啊。后面其实要形容，要再吃东西的时候，前面已经被弄开。而且当你前面那一大串好不容易过的时候，你在新的地方又卡关了，那是另外一个挫折。怎么又？我刚刚吃卤肉饭的时候，脑中都是一片空白。哦，我们看得出来。在讲什么？我听不懂在讲什么。我们描述什么东西？我们超级看得出来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测试的，就是当你一个人在不断的被磨，不断被挑战的时候，你的一个反应。一翔现在应该已经超过几次，崩溃，他反应是崩溃，非常女人极端女人的反应，所以这样是很糟糕的。其实不是啊，这种就是男女之间很大的差别。到离婚一分房税，你就会想去自杀。对，没有要探讨到这个部分，老师。没有。怎么样？哇哇！超赞的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整个满满的牛奶的味道在嘴巴里面。我可以试了吗？刚刚很可以。哦哇哇哇！有没有？哇！是有很多牛在你面前跑过去。哦，怎么会这么香醇哦？对啊，因为这个啊，他很坚持他的这个作品，所以说这个冰淇淋它一定有它的品质在。对，咔，意大利人哭哎。哦，对，好，这都要切意大利人哭。对啊，而且对，好冰，而且中间讲太多了，康哥已经准备吃第二口了，你的口一直拿在那边晃，你也没吃。好，对啊。康哥都连已经准备吃第二口了，你还在这边讲牛跑来跑去，对你也没有理他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每吃一口，对，就是塞满一点，然后把那个饱足感介绍出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周大姐，走啊吃。那就直接康哥 Q 说，那就对，马上走啊吃好不好？直接 Q， 走啊吃好。好，再挖一次哦，对，好，五、四、三。我现在马上来试吃看看。哦，你看这么大一口才满足啊！哎呦，哇！
怎么样？那牛奶的味道在嘴巴里面。哦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哦哦哦，有没有？哦，哇，牛都跑出来了。嗯，而且啊，我跟你说，怎么样？这个啊，意大利人来这边吃了之后，感动到流眼泪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吃到了家乡味。啊哟！你看哦，他大老远跑来台湾，然后呢，居然在这边吃到真正道地的意大利手工冰淇淋。没，看一下，是啊，一样的道理嘛。康哥都已经吃四口了，你到从头到尾就吃那一口。哦，对啊，你中间一直在讲哦，你也没有吃，你真的觉得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对啊，你也没吃啊，就康哥一直吃，他说你没吃，这个冰淇淋，这冰淇淋好吃，绝对是从花莲送上来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，受不了了，康哥好快，给我过，哇，很多理由在前面跑啊，哦，怎么这么香？哦，啊，哦，这个味道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，哇，康哥，我跟你说啊，嗯。这个连意大利人来这边吃啊，他感动到流眼泪。怎么这样子？因为他发现在这里吃到道地的家乡味。啊哟，仿佛回到家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这个东西真好吃耶！哇，真的台北市居然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冰淇淋。对，而且夏天要到了，我最推荐人家吃冰淇淋。然后你看，情侣两个人一起来，甜甜蜜蜜的，多好啊！是是是。嗯。我们接一个。那你看，不是。嗯，想办法吞下去。来，我一想，我觉得你中间的，比如说你如果连续吃两口，你来不及讲话之后，嗯，你可以比如说先跳起来，表现你很嗨的样子，让我们圈圈再回来吃啊。对啊，那样比较有画面感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因为其实你本来就是，我觉得观众觉得就是你有点卡通化的反应，火影忍者那个，哦，所以你可以做一点，比如跳起来摆那些 pose 什么之类回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如果你嘴巴有东西来不及讲话的时候，就用这些去化解那尴尬，回来再继续讲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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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第十四次哦。我觉得康哥应该差不多发表。好，来来。哎呦！哦哦，赞赞赞赞！哦，好赞哦！康哥怎么样？起来就根本就是想要走的感觉。哇哇哇哇哇！好哦，好吃好吃。我再喝一个。哎呀哎呀，怎么会这么香？哇哇哇哇哇！哦，哇，这么好吃哦！太好吃了！哎呀呀，嗯，哦，来来，一大圆没烤哎。哇，异乡终于惹火康哥啦！超级的火爆场面，待会马上登场。